白莲二郎这名汤，觉得今日宴席如何？是好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这桩婚事为何我自己就不能做主？你注意，阿爷，阿爷，人不是我杀的，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凭什么相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？ 啊！Round one， 你屡试三番的想要毁容，告辞之，确实如此。Hello， it's me。 Round two， 二郎这是找什么呢？输了你也不知道。Round three。 我需要开棺验尸，你怎么不看你老子的棺，验你老子的尸？验过了，验过了。Round four， 那二郎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定不允许。我何时说？？Round five， 这种地方你不太适合出入的。为何不能？KO。